其实，在香港做生意真的挺好玩的，荣华富贵险中求，呼风唤雨啊！你当然好玩了，钱从哪儿来的？ 你什么在行，就做什么。股票真的可以当钱用的。咱香港没有时间让你做梦。100万你的，你一分钱都不用掏，就赚过亿了。一口价的几十万，甚至还上百万。我想的值多少就多少，我要印多少就多少，就像老美印美钞一样。 朋友就是这样，我帮帮你，你帮帮我嘛，嗯？怎么帮？就是没人试过这么玩，才有原子弹的效果。你真的以为你会没事啊？要看你了，阿 Sir。